山县庙宇镇龙骨坡有一支非常出名的台工号子队伍，他们的号子悠然婉转，雄厚高亢，是龙骨坡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遗落在三峡民间一块珍贵的千年音乐瑰宝。他们从大山密林、深山峡谷走来，走在台工队伍前面的是蒙代清，现已62岁，是台工尖子，在暴露号子中是领唱的灵魂人。而且那你像我们这个啊，我们越南那时候就喊的通称为尖子，哎，这个尖子，你就必须要看到这一个路是哪个一个弯道，啊，或者是前头有坑，有上有下，你必须就要叫号子，就要把它暴露出来。相传龙骨坡台工号子起源于秦朝，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当时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龙骨坡的台工们为了生存要建造房屋，架桥铺路，特别是在搬运大型石料等材料时，必须出动众多男性青壮年，就形成了台工群体和台工家族。他们通过吼唱号子加强劳动纪律，抒发内心感情，缓解疲劳，使集体步力合一，轻松协调，慢慢就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龙骨坡台工号子。怀着这前头有一个石包，对，他说那前面我一个的包哦，他后面就答应，他说你去救我那一小哎。在台工队伍里，龙代清是有名的台工世家，他从15岁开始就跟随父辈参加劳动，由于天资活泼聪明，学艺如饥似渴，深得台工师傅真传。龙骨坡台工号子根据音乐速度分为快腿号子和慢腿号子，很快龙代清熟悉和掌握了台工号子特有的唱腔，理解了其中的暗语，并将号子与全身的动作融为一体。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龙代清和几十个台工走村串户，为10里8乡的婚丧嫁娶修房造屋服，他们的号子深受人民喜爱，台工号子更加声名远播。但是让龙代清担心的是，如今随着交通的发达，存迹了上千年的台工已成为人们的记忆，而被称为龙骨坡汉子心中脊梁的龙骨坡台工号子也因后继无人正渐行渐远，成为失落在大山深处的千年遗韵。我就想着把更多的人来收集拢来，把我们的祖宗传给一个台工号子，使得他们尽量的更多的把这个台工号子来今后保存下去。为此，身为县级传承人的龙代清行动起来，他自发地在龙骨坡办起了讲习班，邀请周边地区台工艺人操练技艺。同时龙代清明白，号子的传承必须从孩子身上抓起，他以老带新，身体力行，抓紧时机，教授村里的年轻人和孩子学习台工号子。他相信这一辈台工们吟唱了千年的古老民间音乐一定会传承延续下去，在龙骨坡台工号子一定会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